不是网红是导演，三原慧悟想挑战华语电影。大家好，我叫一二三三元，在台湾 long stay 深耕网红市场的三元会晤，以导演身份指导了新片《再一次台湾见》16日5与电影男主角大野拓郎举行上映记者会。三元表示是台湾粉丝的支持，让他成为有名气的网红，也因为这样才被日方看中，有了宝贵的机会指导这部作品。今年29岁的三原慧悟因高中时到英国暑期游学，遇到了友善的台湾留学生，对台湾充满热情印象，之后来台湾旅游，对在地风土民情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次指导再一次台湾见让他圆了电影导演梦，三原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成为让台湾与日本观众都能有很好印象的作品。长久以来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多次的招待让他非常感动。看完整内容延伸阅读 LINE 就五月天嗨翻小巨蛋，紧守阿妹条款要歌迷母汤跳大病出狱镂空装上阵，蔡依林失智才会买珠宝林志玲言程序报一婚，月底克里岛阿雅娜酒店办婚礼。